surprise！哎，断线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对啊，超怪！哎，我好厉害哦，人家第三名。我们都断线了，一个工作室网络大断线，没有一个人活着。绝对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刚才玩一玩，然后突然不想玩就跳掉，绝对真的不是。PD 可以帮我作证。对，老弟，你刚才把网络先拔掉。没有，真的断线了啦。手机在他旁边。哼，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？你也太瞧不起我了。被玩坏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最近中华电信很怪，真的很怪。啊，玩到一半，好想大便。你想大便哦？我也有点想。我也蛮想大便的，尤其是每次玩那个时候，我不只想大便，我还想血尿，而且我的脸也是一脸大便。直播，你说哎呦不爽了，一百美达成了吗？断线啦，一百美不见，我刚才飞过去了，我刚才好像飞过去了，肚头敲了啦，肚头好像也断线了，你大便了啊？肚头人呢？有人说他刚荡掉了，所以。兔头，你刚才断线了？没有啊，我想说你断线，我先重开这个机这样子。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边突然断线，全部玩公司网络断线，有些时空都断了。我想说你是不是生气，所以怒跳了？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？我又不是你，又不是你，我也不会怒跳啊。要不然你开另外一个差事好了啦，你开另外一个差事。我们开一个比较轻松的。好啊好啊好啊。我怕你受不了。不会啊，什么样的差事？我开有创意，但是比较轻松的。好好好 ，OK。有人说不想玩，故意把没有，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就像不是，就网络是网络断线，好不好？不要不相信我，我连时空都断了，我连时空都断了。你是不是直接关数据机啊？你就才能没有这种事情的啦！啊靠！哭逼了，又在三宝，苏凯安安，该三宝啦，该三宝了，三宝。你该升级网络啦，网络都已经申请到光纤了，没有用啊。没有，那个是光纤到大楼门口而已啊。是哦，家还是走电话线？不信你现在看你那个后面是不是插电话线？对啊，插电话线啊。对啊，那个就不是光纤到门。那没办法、啊，那我要怎么升级？他又不可能爬上来帮我弄。会不会他有？他之前就传简讯过来说可以升级了、哦。是吗？升级要钱吗？对啊。有啊。要钱吗？多少钱？你可以跟他说，我要换数据机这样子。或是你要升级速率，他就会来升。真的吗？可以这样吗？啊、靠！三跑逆向无罪，停车开门不看后面，好事好事。好啦，等你，小安，我靠，群批。You stupid! Aren't you? Oh, oh, holy shit! You unenlightened fool! I don't want to hurt you. Oh, 对了，那个是 FTTB. FTTB 什么东西？就是光纤到那个家门口，但是没有到家里面这样。我来帮他做心肺复苏术。有人说都带人三 C A 了，赶快凹一下中华电信哦。他这个带这个也不是两回事啊，呵呵，工商广告跟他要不要帮你签光纤是两回事，好不好？
而且我三不五时都在干搞中华电信，他会让你身材有鬼嘞。中华电信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开台中华电信都给我断线，哇！三 CA 就是断，不会啦，其实三 CA 还蛮快的啦。但是我家那个是 ADSL， 好不好？我们申办就是常常要去 gay bar， 或者说去那种奇怪的地方，然后认识几个人之后，然后带他们进去做一些事情之后，就可以申办 ADSL。少年被申办几个？少年呢被申办几个？然后他挂着一个客服人员，有没有说？哎，我们这边可以免费帮你申办哦。然后这个房间打开，哦，里面一个壮硕猛男。哎，我腰了，我腰了。好 ，OK， 我加，我加。路上竞速，火车来了，是吗？这多少？这人家住的。比利比利，加加加。有人说会升哦，一定抽佣金，是哦。他马上就会修好，是不是？不是这种修法吧？刚才那个听起来有点糟糕哎。有了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了。假位，这个很轻松，这个很轻松，这么轻松。他说：“你都开来都在骂中华，难怪每次开来都会断，也不是这样讲啊，也不是这样讲、啊。帮他们攻杀、啊、免费生不用啦，那跟我中华电信这全国这么大，你网络不用，你要找谁？对不对？一定找中华、啊，那他们根本就不会 care 这个。乡下光线比较好申请，因为路权好取得，比较好挖管线。对啊，因为市区要弄真的比较困难啊。”没有啊，老皮那边已经，他已经光纤的机器都已经弄好了，只是你没有升啊。你说大楼里面吗？对啊，他已经到大楼里面了。是吗？好啊，升啊，可是重点是要多少钱啊？就网络上查、啊。真的、哦。现在可以开始吗？你把电话给我，你等铁了，等铁了，你把电话给我啊。还有皮弟进来了吗？到吗？就打一二三。有人说我家中华也怪怪的。我知道为什么中华会怪怪的啦，因为，通常来讲，中华它的连线方式还蛮诡异的。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验给大家看，就是它好像是一个区块，比如说一个区块，它不是有一个中华的那种小小机器在那个人家路口或者在哪边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说什么中华电信什么什么机房啊，然后什么请勿随意开启。然后会有法律责任什么之类的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光化箱，对你应该知道那个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、我觉得它应该是有个基地台，是一个社区这样。比如说这个路口，它就会有一个基地台在这边，然后会分配网路线。那我们之前我家附近住的一个还蛮奇怪的，就是他们那边好像听说就是每天的那个流量都超大这样子。对啊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流量超大，因为有时候我那时候在家里面开台的时候，会觉得说网络超级不顺，然后打电话过去问，他就说因为那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人流量超大，然后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区段的那个连线。后来我就是有一次就是刚好就是附近嘛，就是经过，然后我就听到就是他们有那种片片啊那种声音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可能是想说原本在看什么电影，或者说可能是听音乐，音响很大声，然后后来他可能忘记切回来，点那影片的时候没有把它调成耳机模式，然后就突然有一个很大的那种啊啊，然后说我靠，我早上那时候我就是半梦半醒嘛，跳那种啊，然后我就吓了一跳，说靠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还知道就说可能是他就是专门在。抓那种片片，然后拷贝，然后就是做那种，比如说转贴那种赚钱的，你知道吗？还蛮多这种，就是说他可以上到论坛上面去，然后去赚一些钱这样。对啊，后来知道哦，原来有这样的职业，所以他就是三不五时就是会各国去收集那个片片，然后到处去就是什么经营自己的论坛这样子、啊，收片啊，买片，把它转成数位档，然后上传。所以我家网络频宽那边附近就是，他好像好像自己一个人租了好像四五条网络线吧，然后每天那边上传到我那边都爆炸，所以有一阵子就是超级不顺的这样。有人说气喘发射是不是？有人说是熊山发射的声音哦、喔，不是吧？你知道那个中华一居光纤台湾总用户数才刚破400，刚破是光纤呢、欸。对啊，400万吗？一 G 速率的，哦，一 G 哦，400，
400户啊。400户，那也太少了吧？在刚过，那也太少了吧？是一居太贵是不是？而且一居装完电池要装的那个费用超多的，不是哦，贵好几千万。靠，我车卡住了。救命！哎，谁在后面撞我？等一下，谁在后面帮我撞一下？谁在后面帮我撞一下？你说给叫声哦，他就是，可能是同时上传，不知道十几个网电脑在上传吧，所以把那个上传网络瘫痪掉，很奇怪。一 G 很贵啊，但是你往好的地方想，一 G 3600可以买，每一百每360。耶！而且一篇短速度都是秒传，像你家的那个硬碟一样的。所以你升一G了吗？阿靠！为什么撞我？你为什么要阻止我？可恶！完了完了！铁牛，你在后面一个撞我，我想要在那边休息一下，你知道？聊个天啊，这样子。干嘛干嘛？你干嘛你干嘛？为什么要在那边阻碍人家？没有啊，这个有时候就是会很想要从前面的风景去看后面的那个追寻者，有没有？就在后面慢慢追踪你的脚步啊，对不对？我就是人类的一小步啊，我的一小步代表你们的一大步啊，我不走你们就不走，你们就走不动了。为什么车子那么烂？铁龙，你看后面，你看后面，铁龙。看我吗？你在干嘛？激烈的赛车啊！我现在都用那个气流引导。吃我的尾风！可恶！我要用那个关车灯的跑法。嘿嘿嘿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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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那种老年人版的，有没有？阿斯拉长这样子，我应该不会。阿斯拉如果长这样的话，他的模型应该卖不掉啊。对啊，而且我应该不会看他卡的。对，常开乐高。我要超捷径。这天内线。哎，有在阻挡我哎，太凶残了啦！我这算和平的。Peace。哎，兔头一个干扰。可恶！领先的味道真舒服，有受不了那条了。领先的味道好舒服，哇，好刺激的赛车啊！活动之间，这能不能下车用跑的？突然感觉好凶。人下车用跑的，走大开杀戒了。长青组电动代步车大赛。这超好笑，这个！哇，铁龙好近好近！哎！过分！没关系，有实力的人是不会在乎这件事情的。脸在上面，旁边有那个斜坡。不要都来干扰我啦，我靠！这些人，走开啦！上面还有一个人在那干嘛？他上不去是不是？他摔了！耶 ！Victory is our！ 顺哦！哎呦！这超慢的。我跟你讲，他有个技巧，好不好？你们不懂那个技巧。没有你要在后面加速冲上去啊，不然你上不去。我上不去，别人也别想上去。哈要在后面加速。谁上来帮我撞一下？好，我来，等我。快上去了。走开呀！你看，吓到嘞！我又不是故意挡路的，谢谢，谢谢，
好，上不去啊！第一次逃跑会不会？好卡哦！好卡哦！滑下去！好卡哟！试着把那个三角形也按着不放啊！那身体会有爆发力。爆发力，我才不相信你。好卡哟！想上啊！想上啊！挡得好中间呐、啊！帮帮我啊！老年人，老人代步车，你们不帮个忙？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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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险好险！老年代步车，我就是老年的王者！哇！好危险危险！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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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等等等等等！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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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！靠！我要跟你拼了！嗯，我过得不好，你也别想过得好。哎呦，好多人！哎呀，别啊！这些人，别啊！为什么玩这有种碰游乐园开碰碰车的 feel 啊？玩得好痛苦啊！我要上了，我要上了！认真的，认真的帅哥！靠，你们不要，你们不要这样！不要再自我欺骗了！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！嘿嘿，太贱了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都这样啊，没关系啊！来来啊！比中指，真比中指！来来来来！剩两个点而已，他前面我过不去啊。那你要说服人家让你过啊？不要，我过不了，他也不想过。点牛，点牛，不要不要打我！我靠！啊！而且他摔下来撞到头了，没事哎。没有枪，没有枪。有了，有了。俊俊人，铁牛啊！俊人，你这群俊人。我要使出最后的一搏了。上面那是铁牛啊！铁牛啊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好。有了吗？有了吗？动了吗？动了吗？动了吗？快了！你航东路先切一下，你航东路先切一下。大家千万，我救不了你了。不行了，我卡住了。你快点呐！你先走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你航动先切一下哈。铁牛，赶快下来！你赶快下来了啦，上不去，赶快下来。OK OK， 去去去去去，有了有了有了。耶，Victory！ 我靠，又塞又塞了。都走错了，走错了。迷宫哦，这里有迷宫啊！乱七八糟哎，这个有人在靠枪，走开啦！车来！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最后一关等火车啊，我知道。
哇，这个关卡也太离谱了。太难了。过过过，过过过。往东路方向打，打大一点，不要比中指啦。这好多树哦，这也是那个隐藏式迷宫。隐藏式迷宫。走错了。这没路吗？看皮皮在哪边周旋。周什么旋啊？他把路用那个草丛挡起来，根本看不到，人用撞的。靠，整个视角超诡异的。我要一边按喇叭一边比中指，以表达我的愤怒。靠，这个卡死了！我车子卡死了、啊，你是走错啦、啊？不是不是，我车子刚才被夹在那个角度里面，出不去。我靠！我在比什么？